你是在求我，让我杀了你，为什么？ 这块星辰碎片，就是你20多年的天命。你们这些人，徒有修为，却分不清是非黑白。什么修为？你们枉做灵士！此事本来就是高升后设下的骗局。 他暗自勾结暗夜幽亭，如今圣君也被他软禁，他要借你们只手除掉阻拦他的人，然后掌握整个乾元大陆。你们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。你们若继续执迷不悟，只要我们一走，高圣后的剑尖就会指向你们。到时候，别说是君武学院保不住你们，就连蓬莱阁、碧落宫，也都会沦陷在暗夜幽亭的魔爪之下。你胡说！你们有什么证据？ 有，只要让我回到君武学院，夺回龙凤灵戒，凭我手中的三块星辰碎片，便可唤醒我的师父穆九州。他师父是穆九州？怎么可能？我师父曾是这片大陆的主宰，通晓一切。他如果站出来说话，你们总归可以相信了吧？ 我相信凤舞说的，我愿意陪他回去证明。我也相信。我相信。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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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。